来来来来来来，养多好。到了，今天锦西房，哎呀，开业大吉，我特意带着孩子们前来庆贺。丁掌柜有心了，娘子看看是否中意我这两个孩子，不知能否有幸能拜在娘子的门下。学习克斯，啊，进屋说话吧。还送俩孩子来，走，学个手艺挺好的。还真有送女儿来的，我认识他，他是丁家四道房的掌柜，以前当过领知的。哎，嫂子，这沈娘子可是我们苏州响当当的人物，孩子既然喜欢，就把她留下来。对呀，喜欢就留下来。真心疼女儿的人家，怎么能送女儿来学这个呀？女人呀，嫁个好人，不愁吃穿才叫福气，懂吗？回家。你真的想让这俩孩子学克斯啊？克斯可是很苦的。沈娘子，我这俩孩子自幼丧母，已是命苦，就想让他跟着您学会一技之长，自己立起来，将来我才能够真的放心。况且沈娘子在科斯技艺上的造诣，包括素日的人品，我丁荣是最清楚不过的，若地下的巧儿也知道了，也只有高兴。你这是特意过来帮我的吧？沈娘子总是如此宽厚，我怕只怕这两个孩子太过愚钝，入不了您的眼。告示上写得清清楚楚，不拘出身，不论年龄，不论贫富，只要想学都可以来。找地影帝给师父磕头啊，来。拜见师父。行了，快起来吧。今日锦西房开张，那我就收下这两个弟子了。好，恭喜姐姐。恭喜沈娘子，恭喜恭喜恭喜丁掌柜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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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招弟，影帝，往后啊，要好好听沈娘子的话，听到了吗？听到了。沈娘子，费心了。好好跟着师傅学手艺啊，沈娘子，谢谢了，谢谢。好，姐姐很开心啊。翠喜是个宁可委屈自己，也会把别人照顾好的人。嗯，沈娘子，告辞了。谢谢。走吧。哎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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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